北京奥运火炬圆满完成在上海站的传递。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致电对中共上海市委俞正声书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韩正市长表示感谢。感谢电中说，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确保了火炬在上海市境内的顺利传递。广大人民群众传递圣火，奉献关爱，充分表达了上海人民对奥运的期盼和祝福，传达了上海人民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和支持，场面激动人心，十分的感人。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崇高的敬意。